高声放诵。慈悲的海涛法师来到佛前顶礼，专注合掌，慈悲观想与祝祷。随后于佛前上供，为六道众生祈愿，为十方有情祝祷。寺院内偌大的石狮台，像是鸟群的百米盛宴，随着狮子的鸣鼓，群歌翩然降落，享用大餐。末了，弘法团众人供养九层塔寺的老和尚随喜陪福。来到 Rody 小沙弥孤儿佛学院，是仰光当地较为清贫的一所小沙弥孤儿院。这一天，在海涛法师领众供养下，院内准备了供僧的丰盛斋饭，要与院内师生结缘。成立于1985年的 Medarwada 小沙弥孤儿佛学院，由70多岁的院长 Badanda Sandarbada 大师所主持。目前院内总共收容了500多位院童，其中大学生有10几位，其余从高中到小学都有，尤以小学阶段与学龄前的儿童最多。年龄最小的只有2岁多。此行除了斋僧之外，为了让院童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，慈悲的海涛法师也劝请众人捐助当前正在建造的宿舍，让僧学们后顾无忧，安心办道。当下善信大德们随喜护持该院所需的宿舍建设经费，很快地累积了相当的善款。因健康因素无法久坐的院长，先为众人暂经祈福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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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接着，海涛法师也为众人慈悲回向，所有善业功德，普施有情，利益十方诸有缘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父母祖先恩，上报国家社会恩，上报所有众生恩，上报三宝加持恩，下济地狱苦，下济恶鬼苦，下济畜生苦，回向堕胎胎儿，病苦有情。所有救苦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愿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古斋时间，愿同就位后，开始临斋赞颂。慈悲的海涛法师，则来到众善部座法师身边，一一恭敬供养。如法随行的大德们也来到愿童们身边，一一供僧培福。维摩诘经云，菩提心是道场，无错谬故，布施是道场，不忘报故，以菩提起于慈心，以救众生起大悲心，以持正法起于喜心，以摄智慧行于舍心。师生片刻红影间，不问功德，只缘菩提。山河大地皆有情，发心护持殊胜行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？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我们是山，我们是蓝天，我们是牛，我们是阳光，生命是一体的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所有的有情包括山河大地跟我们都是一体的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，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阿弥陀佛。话拨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天边云光渐淡，仰光苏黎大金塔，群像庄严。据悉，金塔坐落所在地是19世纪中叶时期规划的城市核心地带，也是几个世纪以来缅甸社会与宗教活动的重要地点。傍晚，塔寺坛城红光闪闪，佛像尊尊各自端严，广场前点万灯的准备工作就绪。慈悲的海涛法师来到现场，先为众人慈悲开示点万灯众福田的殊胜功德力。我们接下来菩提心灯，大慈悲为由，大信愿为助，大智慧为光，愿成佛道，普度众生。所以连点一盏灯都不离开成佛之道。点灯的时候，各位都会听我念：灯变成世界，油变成大海，灯柱变成高山，一盏灯变成百千万亿，供养百千万亿佛菩萨。然后佛菩萨加持这个灯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天、最低的地狱，每个众生面前都有这一盏佛的光，让他们脱离无明六道轮回，让他们个个看到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。要这样一盏灯变成佛的心，变成菩提心，一支香，一朵花，各位等一下放一只鸟，就是告诉所有众生，你们都是我心中的佛，心中的众生，我一定要让你快乐，没有痛苦，我也决心要让你离苦乃至成佛，而去跟他结缘，而不是一个自私的说，我放了这次生命，哦，我可以长寿了，我也可以出了一点钱了，我一定会比较发财，啊，那如果这样就比较自私了，啊，因为佛陀说，你只要发起一个利益众生的慈悲心、菩提心，你放心好了，世间的福报就具足，解脱的功德也具足，更重要也变成一个成佛的资粮，你不需要特别去求。所以你发的心越大，你的力量、功德力就福报就越大。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为众生而出家而成道，为众生而弘扬佛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肉体不在了，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生命永恒存在。各位要记住，生命不是这个肉体，生命是一个心态。当你的心跟佛一样的心，那你的生命就跟佛在一起，你的生命，你的心就融入在佛的心里面，所以这个叫一心念佛，发菩提心修行。所以愿我们都如此来发愿。所以那发愿之前，我们三乘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大家一起忏悔，一起发愿。发完愿以后，我们就来以这个菩提心的愿来点灯，来供养，来放生，来回向。好，阿弥陀佛。面对坛城，法师先领众于佛前拜忏发愿，再以净瓶甘露供养十方功德回师法界有缘，普愿六道众生得沾法路，恶业消除，常随法行，离苦得乐。须有光明使众人随法师唱诵点灯祈愿文，在声声佛号中点燃盏盏烛光，点点心烛成排连缀，犹如金光巨流普照十方。最后法师领众诵持诸佛菩萨圣号，并为悟命众生皈依三宝，再持以慈悲咒语，愿悟命众生听闻得解脱。在众人合力协助下，当晚放生500多只雀鸟，在法师的慈悲咒语加持下，愿鸟雀悟命不落亡卜，永离三途，断脱苦趣。晚间
来到瑞达宫大金塔，慈悲的海涛法师首先领众于佛前虔诚供养，更将当晚点灯及放生所有功德于佛前普作回向。南无药师佛，我想很多药。南无佛前法地比萨埵俱卢毗卢尼叭啰波罗蜜多耶耽那提婆，摩诃菩提萨埵萨埵多耶耽那，唵毗萨埵毗萨埵毗萨埵，萨摩耶耶陀。好，大家插香，来随喜所有，佛前点灯功德，燃起佛前灯，灭除心头火。愿此大智慧，以一心的大悲为由，大愿不，大愿为助，大智为光，当愿众生现世者消灾延寿，一切满愿，眼睛无病，皮肤白皙，大开智慧，同成佛道，回向往生者点灯功德，速消业障，速离三途，升天生净土。嗡班扎阿罗伽吽，嗡班扎阿罗伽吽，嗡班扎阿罗伽吽。德雅塔，潘赞者呀，阿瓦波达，那也说哈。哎呀，观想每一盏灯就是一个大金塔啊，每一支香就是一个佛一样，每一个花就是一个极乐世界啊，供养所有活菩萨。佛菩萨加持，所以这些功德就展现在所有众生，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的面前，都有无量无边的供养，来消除他们的业障，让他们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。所以我们更多的灯供，更多的花，更多的香，更多的佛像，更多的佛塔，那这样来帮助更多的无量无边众生来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大利塔，唵，摩尼摩尼，摩尼摩尼，玛哈摩那耶，娑哈，娑哈。